Hello， 各位觀眾，我係小提琴兩 Sir 啊。印象古典音樂最大嘅問題就係唔得輕鬆啊，大家都好嚴肅咁坐喺度嚇，所以其實最後一隻，如果你中意一齊跳舞，隨便嚇冇所謂㗎。咁呢只係幻明如人者，真係即係帶俾大家娛樂嘅啫。咁希望大家有一個愉快嘅晚上。繼續為大家帶來更多的音樂資訊，請多多支持訂閱我的頻道啦！再見。